这是1000多年前，当时天下大乱，人间方术盛行，不少邪修为祸一方，猎取无辜百姓用作活祭。我的主人青崖离开百草谷，众议任侠救助弱小，四方豪侠全都慕名前来追随。你看，这片断崖上下就盘踞着一伙邪修，他们抓来活人变成符灵。 还要有祭品的血肉，构筑防御法阵。你要想通过试炼，就放下我的主人，去将他们干掉。
活祭仪式就在那里，我得快点赶过去。孽畜，敢打搅本上仙护国卫道！青狼大叔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我爹爹妈妈都死了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那我带你回百草谷吧。百草谷是哪里呀？虽说我年纪小，巍巍冠月，萋萋百草，歌以无志，谈剑问道，奉众为公，兼爱苍生，重义轻名，言诺必成。扶危济困，上弦远佞，斩奸除邪，死不悬种，但以和平，君子之勇，以心护道，今生皆然，自立此誓，至死无怨，你可记住。
请选择任务奖励。学好以后就用心学，我们斩风没那么多规矩，很多人都不喜欢搞师傅徒弟的这一套，你随意猜。见识之后，主人，你想我很you
了，要。每天都这样跑到路边，人家皮肤都粗了。无法接取。要买就买，不买就别乱碰。我这可都是公平。此等人，无关者切勿近前。无耻狂徒，你竟敢把圣女大人！不是我，到我身后去，当心他的剑！剑万增。
不成，他本就不像你们会那些武功法术，等援兵到了，只怕他连尸首都找不着了。楼主有命，不得轻举妄动。那是你的楼主，却不是我的。我只认楚英一个，依我看，像他那样薄情寡恩的人，恐怕早早就盼着楚英死了，省得天天在他耳边唠叨。住口！你入断剑楼时日尚浅，有些事情等救回楚英，我再慢慢同你说。现在你只需明白一点，只要他不像厉丫头那样背弃断剑楼，咱们也绝不会放弃他。十天前。主人小心，前面的邪气十分浓郁。眼下桑，倒是爽快了，万一伤及龙脉，这山村族的族人还活不活？你不到，这么快就来了。你就站在这中间吧，千万别乱动。动有甲木，其气为轻。
敬起甘露，长指太清。是只灵兽呢，是不是你养的筏子出了问题？让你尝尝火光兽大人教我的新招。火光兽大人教我的新招。